花盆火车哎、欸，你看到、哦、它这个排得很像火车一样哎、欸，哇，姐姐你好会发现哦，我们近一点看吧，看花盆火车，这个是哦，姐姐它这个是用贴的啦，这个用贴的，知道吗？我有做过，是哦，你有用、啊、那个我没有做过，那个是爷爷买给我的火车啦。好，来我们去看那个扇形车库照片好不好、嗯、你想要看的那你去看好，就是两台蒸汽火车嘛，对，还有哦，爷爷买给我的火车我看到了知道火车，对，哇，这个也有曙光号，这里有蒸汽火车，还有老的曙光号，还有自强号，还有什么都有啊，弟弟，还有那普悠马，对，还有普悠马，啊，普悠马，嗯，在哪里？那个普悠马旁边、这个、旁边那条火车，它这里有写它是用柴油的，对，它这里有写台铁120周年纪念12代铜塔，它是用柴油，弟弟很棒，很会发现这么棒的照片哦。啊，那里也有，对，这里也有火车，火车壁画很棒啊，弟弟，是火车印章的啊，对，火车印章很会发现哦，赞。